告诉妈妈，我给她买包，让她别生气啦。妈妈，爸爸说你头上有个包，还可以放屁呢。啊，别看着我呀，不是我说的，好像不管用。那再给妈妈买一根口红，不能再多了。爸爸说你是个水桶，可以装好多水。咱们飞不动人花花电视机不是夏天你怎么啦？天天晚不睡，你想上天啊？信不信我抽出40米长的大砍刀？我的乖乖，那么长啊？40米是多长啊？就是有40个你这么长。我的乖乖，那么多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下的呀？